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。摩西的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。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，又说，经上这样记着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当在城里等候，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。